我们当时正在组织营救，你作为人质原地不动就好了。我知道，可是当时的情况瞬息万变，我也只是想要帮助你们。我没有你帮助啊，我们是职业军人，这里是我们的战场，你作为人质，你要做的保持冷静，配合营救。你要干嘛？你是职业的军人，我也是职业的医生，我也是军人。我知道当时那个匪徒受伤了，我判断了当时的情况，我想我有把握可以阻止他的。结果呢？ 结果呢？我战友被打穿心脏。